接下来我们要运用剪映，将这个 Word 的时间点， Word 文字跟语音注的时间要对上。那以前就传统的方法，听一句打一句，非常耗时间。那现在呢，有了剪映就方便很多了。来，剪映我们开起来咯。剪映开起来的时候呢，第一个点选开始创作，剪映是不用钱的软体。接下来我们把声音导入进来，点选导入。在我们的工作资料夹6年3班，老师的声音在这里。声音进来以后呢，再把它拖移到时间轴。接下来在剪映就可以做什么事情呢？在文本的地方，这边就可以有这个，看一下文本的地方就智能字幕，就是 AI， 它可以帮我们把语音档辨识成文字。那老师不是有文字吗？有文字，可是我们没有时间点。好了，开始侦测咯。我们有请老师提供文字档，但是呢没有时间点。时间点如果要一句话一句话对，非常耗时间。透过剪映来做就很方便，当然这个是需要网络哦。那这样放大来看看，已经处理完了呢。不过处理完的时候我们要来看一下哦，移到这里来。那在剪映观测文字的时候，建议来移到这里来，你看一下哦，这点这播放太小了。点选这个文字，当你点选这个文字，修改就在右边这个地方就出现文本的修改。我们会把字放大一点，这样比较容易做对齐的动作。来，当你在修改，不是都改这个，是全部都改。好，亲爱的孩子们，那接下来就要开始听咯，恭喜你们毕业了。那这个剪映呢，里面呢，其实等一下我就要把 Word 打开，一个字一个字来对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我们希望这个，亲爱的，恭喜你们要毕业了。好，来，前面呢，他没有这个地方没有打到这个，老师有录，可是他字幕没有打，所以我必须再把这个再把它复制过来。亲爱的孩子们，来，那我跟各位报告一下，等一下呢，我就是要听这个人，这个一句话来听。那我们这个拉上去一点点，好，握得这样比较好对。来，开始播放哦。孩子们，恭喜你们今天要毕业了，很高兴陪你们走过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阶段。过程中，我们经历许多难关，我看着你们伤心哭泣，看着来，各位看一下哦。我在做什么事情呢？其实字幕出来一个，我们这边就要换行一个。那这个是剪映帮我们产生的，不一定对哦。其实有时候会有些错别字什么的，那我就请老师的文字稿呢，等一下我们再把这个文字稿再倒给他。可是必须是，在剪映里面字出现一个，这边就是一列，类似像这样哦。这个是简体字，好，祝福的毕业语，这个我们先删掉。第一个是从这里来，那把这选起来。在 Word 里面可以做什么呢？校阅可以把它剪成繁体，对不对？亲爱的孩子们，各位看我在做什么吗？好，摸索前行。接下来，我就把它拉在，继续往下播。你们摸索前行，开起来，相信你们在这个过程中 ，Enter 键，学会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。过程虽然辛苦 ，Enter， 但我相信这些经历会成为未来开出美丽花朵的养分。好，继续哦。你们是幸福的一代，也是辛苦的一代。你们的家长都以爱的方式尊重你们，老师们甚至整个教育界也以……整个教育界，我觉得像这个词要切哦，这个词太长了，不方便。各位看一下吗？那我们再倒回来哦。我想跟你提的是像这样，整个教育界也以……这个要点这一个词，也以应该把它 Ctrl X 剪下。移到这里来 ，Ctrl V 贴上，这到教育界就好。到时候有时候辨识会有这个问题，所以呢，我们一看教育界，这样，来再继续播。也以人为本的信念教育你们。好，按 Enter。你们拥有最丰富的学习资源。Enter。犯了错，有宽容的对待，但你们也遇到了百年难得一遇的疫情，连续3年的这个时节，都有轻重程度不等的停课。深深影响你们学习的方式和学习成效。今年很幸运的，我们能齐聚一堂。面对未来，我以2件事祈勉各位。第一，未来的世代挑战会越来越大，前路将更艰辛。我祈勉各位保持乐观进取的精神。来，我们暂停一下，各位看一下哦。这个是简报，我们这个祈勉。
这个字是不对的。所以为什么等一下我要把这个 Word 以录音的方式做断句，等一下要把这个文字稿再整个倒回去使用文稿匹配。所以我现在做这件事情啊，这样做其实已经轻松非常多了。以前我花更多的时间在做老师的这个语音文字的对时间对齐的工作，不断突破自我，超越自我。那些曾经给我们挫折横逆的人事物，我们都应该感谢，因为它磨练了我们的心智，强化了我们的能力，让我们能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所以你的对手是昨天的你，你要学会和身边的同学朋友合作，一起在明天成就更好的自己。奥斯卡影后杨紫琼在哈佛法学院毕业演讲时说，大多数成功案例都与竞争无关，而与合作有关。这就是我要与你们分享的第二件事，合作。一个人不可能完成所有的事，我们要学会与人合作，而合作的关键在于同理心，与人相处才能做到善解和包容。否则你们的合作只会成为力之所趋的相互为用，一旦意见不合或利益冲突相来，我们再倒一下哦。你看到这一句哦，冲突哦，这是结音帮我们识别的。虽然我用翻译冲突，它这个字是不一样的。所以等一下我跟你讲，我们透过结音帮我们把时间点跟文字对上。等一下我要把这里文字依照结音所判断出来的断句，再把它整个倒回去。好，我在这边再来继续哦。利益冲突、相互伤害，就是必然会发生的下一步。有句话说，聪明是一种天赋，善良是一种选择。选择善良不容易，因为在挫折横逆中要坚定自己的信念，坚守做人的原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。演员兼制作人威尔莫尔说，赚多少钱、有多高的社会地位、能累积什么样的东西都没有关系，但我必须全心投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否则就毫无意义。希望你们在多年之后回顾过往，能肯定自己一切作为都有意义，青春并未虚度。拉杂这么多，却言不尽意。最后，我祝福你们能永远守住你们心中的善良，一生平安幸福。好，亲爱的孩子们，恭喜你们今天要毕业了。我们这样对完了，整个文章都对完了。那接下来怎么把文字倒进去呢？因为剪映这里面有些字是不对的。来，我们再回到最上面去，我从 Word 里面呢把整个字选起来。好，全部复制起来呢，复制起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回到剪映呢这边呢，使用这个文本的什么文稿匹配，那把旧的文字清掉，同时清空已有字幕。来，打勾哦。接下来再点文稿匹配 ，Ctrl+V 贴上。这就是刚刚剪映帮我做的断句，我希望他用正确的中文字把它替换掉。匹配开始，其实要把一件事情做好，从来就 不容易，但是愿意做，你就越来越好。来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我得再听一遍，我得再听一遍。来，我们就听一下吧。那我在学校有两个萤幕，所以工作起来顺手多了。所以我这边在看的是亲爱的文字的，来等我一下哈，一样哦。点的这个字幕的时候，时间点拉过来，点在这里，我们把字放大，放大比较好对。老师不是有折两啊，很难看。等一下我们再把它调小就好了。来，那右边呢是我的 Word 档，所以两个萤幕工作起来比较方便。Word 档的时候，我就边听边对文字。好，开始喽。亲爱的孩子们，恭喜你们今天要毕业了，很高兴。好，来再小一些些好了，太大其实。来，再继续播。陪你们走过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阶段，过程中我们经历许多难关，我看着你们伤心哭泣，看着你们摸索前行，相信你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会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。过程虽然辛苦，但我相信这些经历会成为未来开出美丽花朵的养分。
你们是幸福的一代，也是辛苦的一代。你们的家长都以爱的方式尊重你们，老师们甚至整个教育界也以人为本的信念教育你们。你们拥有最丰富的学习资源，犯了错有宽容的对待，但你们也遇到了百年难得一遇的疫情，连续三年的这个时节都有轻重程度不等的停课，深深影响你们学习的方式和学习成效。今年很幸运的，我们能齐聚一堂。面对未来，我以两件事祈勉各位：第一，未来的世代挑战会越来越大，前路将更艰辛。我祈勉各位保持乐观进取的精神，不断突破自我，超越自我。那些曾经给我们挫折横逆的人事物，我们都应该感谢，因为它磨练了我们的心智，强化了我们的能力，让我们能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所以你的对手是昨天的你，你要学会和身边的同学朋友合作，一起在明天成就更好的自己。奥斯卡影后杨紫琼在哈佛法学院毕业演讲时说，大多数成功案例都与竞争无关，而与合作有关。这就是我要与你们分享的第二件事，合作。一个人不可能完成所有的事，我们要学会与人合作，而合作的关键在于同理心，与人相处才能做到善解和包容。否则你们的合作只会成为力之所趋的相互为用，一旦意见不合或利益冲突，相互伤害就是必然会发生的下一步。有句话说，聪明是一种天赋，善良是一种选择。选择善良不容易，因为在挫折横逆中要坚定自己的信念，坚守做人的原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。演员兼制作人，好，来，这里要再改一下啊、哦！这里看这里，坚守做人原则是哦，这个是呢不应该在这里 ，Ctrl X 剪下、哦，我们刚断句的时候没发现，所以为什么要再检查一下？是这样才是一句话。好，来，那简易会帮我们做时间调整，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。再来，坚守做人的原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。坚守做人的原则是，我觉得他没问题的。这个坚守做原则，哦，这个来就这样吧，来继续。演员兼制作人威尔莫尔说：“赚多少钱、有多高的社会地位、能累积什么样的东西都没有关系，但我必须全心投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否则就毫无意义。”希望你们在多年之后回顾过往，能肯定自己一切作为都有意义，青春并未虚度。拉杂这么多，却言不尽意。最后，我祝福你们能永远守住你们。来，拉杂这么多，我觉得中间加个点，这里加个空格好了。好，继续。多却言不尽意。最后，我祝福你们能永远守住你们心中的善良，一生平安幸福。好，那这个是603班档案名称，这边打一下，也许又有修改什么。那可不可以再简易完成？当然可以、哦、那接下来呢，我会去哪里做呢？我会去那个威力导演把它做完。那再简易可不可以做完？可以，但是我们在威力导演可能威力面我比较顺手一点，这边简易都可以做好。简易全导出。我需要什么呢？需要影片，不需要，因为影片还没做完，画面要学生的画面，要导师的画面，要加片头，好，所以等一下呢，需要声音跟字幕，字幕注意哦，不可以是 TST 哦， TST 不包含时间， SRT 就是含字幕跟时间配对的档案，所以点选导出，这导出非常快，接下来点选打开资料夹。所以可以看一下，等一下呢，毕业班导师的祝福就变成 MP3 了。那这个 SRT 我们可以用记事本开起来看一下，来，
我开记事本哦，我把它拖曳进去，就看到了，来来来看一下吧。第一句话，时间点就出来了，到两秒钟，这是十分秒，你看见吗？哦，两秒钟，两秒钟到五秒钟是恭喜你们要毕业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就是要去威力导演做进一步的合成，